通背掌的渊源，相传在春秋战国期间，鬼谷子先生在人蒙山中修道，日常观察猿猴四斗猎食戏耍及攀山越岭一些猿猴的动作所创造此拳，经过历史的验证，相传到道光年间，由浙江习信之子习太昌先生向民间向流传于民间的散手单抄及一些刺斗动作，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由柔为主，柔和松快为本所创造此拳，形成了现代的少奇派五行通背拳。